启用慢速模式，限制每位使用者每五秒才能发布一次留言。哎呦，这个好像要好一点哦。看，不然他妈的一直洗屏，洗三小，再洗啊！啊，五秒发一折，哎呦，这样可以了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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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跟你讲，这么想要让老头发现你，很简单，抖内啊，会不会抖内？我教你好不好？超级留言开下去哦，啊，这样子你想要成为聊天室里面万兽瞩目的人，马上我就注意你了，也、欸、可以耶，嘿嘿嘿，哦，然后过了一下下呢，你就看见这个东西，有没有看见？我还要自己丢给自己，哎、欸，看我还被抽手续费，哎，是不是？抖自己，老头我爱你啊！我也爱你，我也爱你啊！我也爱你啊！不要在那边洗屏，我有看到就是有看到啊！你没有钱就不关我的事了，好不好？我有看到你的留言，哦，那就会看到你的留言啊！没有看到你的留言啊，那就可能就是被刷掉了，就这么简单。但是不要洗屏，就这么的简单。好啦，知道怎么用就好了，好不？那我就不多做说明了。爱的魔力转圈圈加很多啦啦队会怎样？我早就知道了。我前面几部影片已经有拍出来啦，但是那个至少我觉得至少要十来只吧。哦啊，不要跟我讲说在这种战场模式使用什么啦啦队。我跟你讲，我只有2200块钱而已，我顶多放两只啦啦队哈，没有办法什么转圈圈哦。别想太多了，好不好？那这个队伍呢，不用讲啦。当然是弄个忍者看看好了，感觉忍者蛮强的、欸。啊，我这样只能四只。没有用。哎、欸，居然清的还蛮快的嘛。不行，死区。武士，哦，锁起来了，高类武士。哦，武士啊。我们讲，现在我们只能用王朝派系啊。好啦，应该是以量取胜了。武士挡乌鸦，哎、欸，有道理，有道理。可是我怎么感觉我输了？啊，不行啊！啊，死给，死去，不行啊！这个花这个要远一点的，可是这个只哎、欸，等一下哦。如果我们站远一点，让他们集中在中间这座桥，然后发动连射，有没有机会？我觉得是有啦，好不好？就这么决定了，好像也还好哎、欸，尴尬，感觉还是还好。乌鸦，乌鸦来了，乌鸦来了。老头可以用抖内洗屏吗？你能抖内洗屏，我觉得一定也很强了，好不好？你知道抖内洗屏是你还要按下超级留言，输入你要输入的文字才可以洗吗？你要经过这几项步骤来做洗屏的动作，我是无所谓啦，最起码你有出钱嘛，是不是？弄骚扰了，好不好？用悟空啊，等一下啊，2200，不行啊，我觉得一只悟空应该比不赢吧，那么草差，我决定了，就这样搬，哇，飞上青天，啊，对对对，就是这样子，自己人被弄到了。哦，有有有有有，哦，这个很会。好了，我们有机会吗？没有，干，快使用你的72变！哇，哎、欸，果然悟空，悟空真的是草叉能手，我挺意外的，原来这一局是悟空局啊！老孙。老孙一脸悠哉的样子，哈哈，什么？有种那种怎么样？行不行啊？
这个当一片封面好不好？就决定当一片封面了。啊，三台三宝车，嘿嘿嘿，我多少钱？5000块啊！啊，为什么后续全部都只能限定用王草啊？啊，这样可玩性大大降低了、欸。啊，都没有人要射车子哦。Oh my god！ 甩三小，割草机是不是？看，这感觉后面那个好像就是摩托车误触油门，你知道吗？停不下来。我怎么觉得他们好像误触油门，你知道吗？看，看输了啦，一堆忍者，忍者单价比较高哦，大概只能。五只能10只吧。有机会，有机会，拿下他们的首级。完了，死光了。他们在干嘛？这个在装莽，你看，你看这在装莽。不要拦住我啊！不要拦我！我要替我们的啊！死去了。哇，嗯，我看这也在装莽，这也在装莽。那、啊、奇怪，到底是谁还没死啊 ？Hello， 哎、欸，是谁没有爬起来啊？现在是有人装死哦，好、哦，很会哦，找不到装死的那一位啊，算了，哦，靠北哦，在这里哦，你是去哪里啊？美国、哦？你终于来了、啊，可是我觉得我们输定了、欸。哎、欸，不一定哦。我们现在连刀姐在装莽，如果他刀子挥不出来，就是我们赢了。快点！新马大爷，你别气得啊！阿明啊，回来哦！阿明啊，你别气得位啊！你在那边瞎忙啊？当兵在打忙吗？下面是不是有人啊？没有啊，欸、靠背了，完了，死定了！我终于知道为什么他没有方向感了。你看他的眼睛，我突然觉得你很可怜，好吧？不好意思哦，国家缺人，所以说只好连你这种可能稍微有点残疾的人也必须加入。但是这种真的没办法了。一起啊！但差一点，要是镰刀姐先下去，我就赢了。拿路托，杀死给！完了，被撞死了。这些忍者都不会闪那个都不会闪的呢。哈哈哈！好笑，不行啊！这个你们看，现在身上这个身穿这个类似像是草丛的，他们身上这个草丛被射到是不会有任何伤害的，一定要打到头。所以说，不管我们他妈射多少只回去那个忍者飞镖啊、哦，手里剑啊、哦，除非啊打到他四肢或是头，然后我赢了。What the fuck？耶、yeah! ，是哟！呼哟！爱的魔力转圈圈，看把乌鸦射下来啊！快点射乌鸦，射乌鸦，不要射姐姐了！喂，完了完了，直接 AI 啊！哇塞，这个在干什么？哇，这好帅啊！天哪！我发现啊，我们这个弓箭手的伤害真的是超低的、欸，连几级都射不死啊！换只，换只，4000块哦！卖够忍者啊！啊，忍者你他妈就只有就一只要500块，忍你几扣小啊？忍者是不是？打钢铁忍者。别吸啊！
哎、欸，要赢了、欸！好，对不起，我错了，各位。忍者好强啊！剑锋驼转，尚书大人果然树往哪边倒，哎、欸，往哪边去，爽。对不起，我错了，对不起，各位观众，我真的抱歉。我等一下去那个超商有没有捐个1000块，捐给自己。我的错，我的错。好，我现在这就1200哎、欸。烟火，他们只有3只而已嘛，那这个烟火应该就赢了啊。看得都很好笑。我们的老大已经下去了，我看我们还是回家好了，我们自己补自己。老大还是不要好了，我们先自救。嗯啊！嘿呦！看，我觉得这超好笑。你看这个脸，看这个有堪称经典哎、欸！妈，我要截图，干太好笑了。然后呢，1340，刚才越亏了哎、欸，越来越少了。啊，经济越来越不好是这样子吗？再试一次好了，射！啊，死去！射！啊靠，还没射到，烂死了！以一挡百，你到底在射什么东西啊？越看越不爽。有了，有机会了！哦吼吼，这个姿势。Oh my god！ 这个儿童布衣，儿童布衣，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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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！Oh my gosh！ 啊，死了！哎，居然，哎，居然跟我想的不一样了。八代，哎，他这样会射到自己人呢，碎哦，射，砍得好啊，砍得好啊！赢了，赢了，赢了 ！Sekiro， yeah， 啊，死了，被潜规则了。投石车，来，投石车，2100块钱。啊，我们用我们的武士去，武士刀把投石车挡起来。好，没事啊，当我没说，对不起。异想天开啊，您真的是太幻想啦，马上被炸飞啊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哦，至少我们可以用这种方式，哎、欸，有没有抵制他们一下？果然我的想法是正确的，耶、yeah ！鞭炮有了，我们越来越快了，4000块钱，我们比之前更加进步了，速度越来越快了，是不是老孙？是的老，是的老头，看一下我的72变，呜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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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呜就这这这这这这这，呜还敢忤逆老孙，我操你的，呜你家，呜呜。哇，老孙其实也蛮强的吧？可是我真的不知道老孙他的原理到底是什么、欸、他 一次可以分身这么多，但是有时候又说要分身不分身，马上被打死，还是说他会依照敌人的数量来分配一位一个隐身单位在他旁，那个一个分身单位在他旁边？对啊，怎么这一局感觉他分身就变超多了？然后刚刚打那一局，那还没准备放出来72变就先死了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我还是不知道它的原理到底是什么。打一下就一个分身，然后是这样子啊、喔，而且就是必须要等老孙出手才有办法越打越强。哇，那就是代表说，在这之前老孙不能先死了。如果他先死，他就等于跟废物一样啊，等同虚无。原来是这样子，喜三小，妈给禁言。
好哟，这个有希望咯。原来这一关要用火龙啊。好，碎碎碎碎碎，大胜利。老孙有五个分身。我刚刚看是很多个啊，我没有仔细数啊。五支弓箭手。欸，他们这样子射会不会后面的射到自己人啊？你看全部都已经对准屁眼。哦，还有什么的。先禁言。洗那么一长串，看得都碍事了，连理都不想理你了。那多少钱？5500哦，刚好这样子放下去可以一排烧，有没有？放下去一排烧，然后中间呢，我们可以来一个忍者，七只行不行？一触即发。然后国王的屁眼满是疮痍。啊啊！行嘞！啊！等一下，这两只怎么没死 ？What the fuck？ 啊！哎，没事，撑住，撑住，丢他，不要射我！再来 ！Yeah！ 哇，差点这支箭就射到我啦！啊，我们伟明里面仅存最后一只忍者就在这里了，而且还坑掉了，差点输。阿蝶，阿蝶忍者，居然是赛道的游牧游。然后这个是那个是哪一国的 啊？这个是希腊的，是不是？你看这希腊这眼睛超好笑的，一大一小，一翻两瞪眼。然后后面是弓箭手，哎，后面是蛇弓箭手，两只蛇弓箭手，这个用那个用爆筒吧，我们试试看用这个好了，3500哦，可是我觉得我们要站远一点，我是不太想站上面啊，因为我觉得他会走下来，然后会摔死，我觉得等一下一定会有人跟我讲说，老头可以放屋顶，我觉得他们等一下全部都摔死，你不信？试试看好了。摔死的可能性蛮高的啊！旋转，啊！全部摔死了，挡啊！把先把牛给烧死才是重点啊！快点修起来！哟，我们赢了啦！哇，这牛居然没有死！哇，意外！大神打死他！大神快点使用你的关节技，快点打他下体，打他男人最痛！大神啊，死去！再一次是有希望的，烧牛啊！主要是牛没有被烧死啊，所以，哎呦！幸存下来了，还有谁还没活？还活？哎、欸，哇哇，这里交给我们的士兵去看死他，所以啦，赢了。哦，哎、欸，有宙斯哎、欸，有宙斯哎、欸，好，我们有3000块，嘿嘿嘿。会不会卡住啊？我觉得会卡住。你看这个就已经卡住了，不要冲一下。哦哦，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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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哦，我这次有点强哎、欸，这个，哦呦，哎呦，哦，完全免疫啊！头歪掉，头歪掉了，完了，矫正不回来了，再起不能。啊！直接就我们的大神冲过去啊！算了，连打都打不了。我们这边还有后勤队，这边跳舞有没有？哇，跳得好开心哦！那个原住民舞蹈，靠腰，烧死他！
哦，这个烧一绝，这是一绝了。来呀、啊！啊，好像不太行，全部都在跳原住民舞蹈。打！踢他下体，快点！啊，不行，飞起来了。我觉得留一只扣打，两只绰绰有余，但是绝对不能放这边。哦，这前面这个，前面这个先牺牲，然后呢，后面补上做伤害。你这样子应该有办法。主要是把前面的盾兵给弄掉啦。那我们前面这个这四位跳原住民舞蹈的，哦，就是暂时其实也没有关系啊，因为我们后面还有弓箭手，对不对？我们还有后援，哦，看来不需要后援了。男人最痛又这样出现了，男人最痛，干这正红心 ，Oh my god， 这个。我先说一下，天哪，痛到这个要截图，我要把它命名为男人最痛，可以，好爽啊！喜欢看老头直播原因之一是因为不用看那个外国人很鸡掰的说 I'm sorry 啊，外国人说 I'm sorry。我不知道你在讲哪一个欸，谁啊？那个外国人说 I'm sorry 啊，有6000块，好想要用双弓解哦。先烧前面这一波再说，后面可以慢慢来啊。后面我觉得美猴王应该可以哦，美猴王进常用跳的，来看他把自己人烧死。我家，我老孙，我赢了、欸，水啊！这一局打得好快啊！我们有望等一下直接冲沙河了。两只宙斯，给我7000块，这个一只就可以解决了。等一下这什么？蛇士兵哦，蛇士兵还好啊。我不知道我们的武士可不可以把宙斯的闪电弹开啊？有没有办法、啊？试试看好不好？难得有这么多只金耳哎、欸，好像可以弹哎、欸。哎、欸，好像不行。可是，一样会被炸飞啊！好像貌似能弹，但是一样会被炸飞。不过他被围死了。啊！哦，又是男人最痛，果然是大神，知道男人的弱点在哪里。我看了我都怕了。我知道这个怎么打了，你知道吗？你当然不知道啊，因为我没跟你讲啊。现在你要知道了，一个诱导的先出来嘛。这个一定要先诱发跳跳围巾能跳过来。我们之后再做伤害，三只诱发他跳过来，然后他们应该会先被我们这个三只火龙给喷死，然后接下来的话，剩下的就用这个好了，试试看。哎，烧了。没有烧死啊！这些维京人都是抗火，是不是啊？干，近一点好了。完了，我们估算错误，维京人的抗性好高，烧不死。烧起来啊！有了啦，这一局很成功。So happy！ 哇，好像在放烟火、啊，什么节庆之类的截图。哎、欸，然后这维京人又出现了，弓箭手。我每次看到弓箭手，我如果是真的只用王朝的话，我的当下第一个直觉啊，就是武士啊，还会有谁？我们再用刚刚的方式打看看好了。
应该有机会。两只这样双喷伤害够高了吧？哇，直接走过去哦！欸，原来是冰弓哦！哇，原来是冰弓。等一下，我们这个烧的有点不够均匀。他都只先烧一边呢。有，可是这样的代价就是我们的士兵被烧死了。冲啊！啊，这个应该死定了，就先别理他了。看一下这里，大神加油！哇，这个假装自己是大神啊，在摸鱼啊，别再摸鱼啦，出上战场啊！哇，大神好屌，大神用他的下脚踹了他一下，然后都赢了之后很兴奋的跳了原住民舞蹈，非常的兴奋。好，这一局应该是赢了，因为我们还有一只武士挡着他。结束，所以对，现在后面的所有关卡全部都只用王朝了，他不给改，7500欸。哈维的话用忍者有没有谱啊？因为忍者攻击速度很快啊。射得到，射得到！哎，我只测试而已。好哦，赢了。哦，这个证明了忍者是对付得了哈维的。啊，那盾士兵是刚好运气好啊，打下去了。还有什么战船跟两个财报勇士哦，很凶凶，还会眨眼睛，有没有很可爱？哦，这看起来就一副很拽的样子，有没有？什么故意不照脸的感觉，他就是待会一出场一定就是诈骗全场的那一种。有6000块，那要怎么打？我想想，没有远程职业，都是近战的。我会不会死？先看一下，有跳后排，这个可以。然后不行，我剩2000块了。不行啊！有机会，没有压到本体，死了啦！看得那么帅，帅什么的？近一点，没压到都有机会啊！抛飞。哇，我们这边的人，我们这边的悟空挂了。比较麻烦是中间那两只啊！天哪，中间那两只有没有办法对啊？有人说真女的定位是肉盾，欸？吓我一跳！好，这只留着，这只留着。这个一定是报错 size 了，你知道吗？哦，人家要 AKS 的，你给我寄 AKSL 的，妈的！他知道勉勉强强穿上去了。哦，这3XL 的有点猛啊。可是我觉得这也不用太多只欸，就两只挡一下好了，好不好？我觉得他还是会死欸。最主要还是这旁边做伤害的这个要想办法。哦，我们当初都觉得维京人超好用的，现在换维京人对付我们了，我真的觉得维京人真的好靠北啊！怎么可以那么靠北啊？啊，这两个去钳制一下，
搞开心油精油就死了。啊，不行啊，寡不敌众啊，数量取胜好不好？6000块，好爽哦！哇，这一排直接看起来他妈超爽的，有没有感觉打大战略的那种感觉？发射，然后之后就这个齐动作一致，有没有？拉弓，然后全部就拉弓，发射，唰，然后就一堆弓箭这样飞下来，有没有帅？我是觉得蛮帅的啦。发射，然后呢，一样，一个肉饼，完了。摇头晃脑，再晃几点的，摇头晃脑，又来了，摇头晃脑。哦，好鏘好鏘，这吸很大。但我觉得这角色出来真是他妈超欢乐。站后面一点好了啦，不要让他那么早发动，好不好？太早射了。太早射不好啊，你知道吗？好，试试看。别！欸，我想起来了，这样子的话240我们可以用开到250、哦。两只挡不挡得住？应该也是撑不了多久了，我觉得。第二波飞起来了，撑下去，看这些维京人快死啊！有，这边还有两只，这边两只难缠的。哦，有了，有机会了。剩下这边，往他身上开下去就对了，对，让他们知道我们，哈哈哈！干炸不死欸，好厚哦，这是根本在打 BOSS 吧？这感觉这是什么布罗利啊？那怎么敲都敲不死的那一种啊？那布罗利太强了！哇，你看这个他的下体啊！一哭哟，欸，死一只了，有了啦，这个阵容全部对一个赢了啦，被虐死，好爽啊，大胜利，哦，结束了，有那么快吗？我怎么觉得我要打很久的啊，欸，我居然全部打完了哦。